春晚二十几年来捧红了不少的明星，也出现了不少的黄金搭档。如果说小品界是宋丹丹和赵本山的话，那相声界无疑最受观众喜爱的要数牛群和冯巩了。两人在春晚的舞台上给观众奉献了不少捧腹大笑的经典桥段，也令两人成为了内地炙手可热的一线笑星。毕业于中戏戏剧文学系的牛群，师从相声大师常宝华，从艺多年来获得了不少的相声大奖，但其事业真正大红就是和冯巩一起登上春晚的舞台。虽然之后这对黄金搭档分分合合，牛群当摄影师从政，冯巩另寻搭档，到现在也没能再聚首，但在众多观众的心目中，他们依然是春晚历史上最成功的相声拍档。今天某知名博主在其博客曝光了一组牛群儿子的照片，牛群的儿子名叫牛童，今年已26岁，毕业于美国的弗吉尼亚大学，现在在捷克美语当老师，是备受学生喜爱的年轻教师。库里乐，这都是什么？整理报道。